的车是什么车？公共汽车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在哪里？你婆家。哦，婆婆家。我们在婆婆家，是不是在台北？台北有什么人？哥哥。还有呢？爸爸。还有呢？舅舅。舅舅啊，你有看到舅舅吗？在哪里？舅舅现在不在啊。还有谁？舅舅。啊？舅舅。舅舅，舅舅讲过啦。还有谁？姨的。啊？姨婆。阿妈吃饭。什么东西？蜜蜂飞。哦 ，butterfly。蜜蜂飞。你有看到 butterfly 吗？哪有 butterfly？ 对对。哦。飞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接谁？姨婆。我们先去接姨婆啊！啊、哦，好，那说跟妈说拜拜。拜拜。拜。